福星正天想出现，他不是在巴黎吗？我一直以为弹古筝那女的是在巴黎。She in Paris。I think she in Paris. I never see a YouTube or different guy. I don't. I'm very sure. Maybe different. 因为我不知道会弹古筝的应该也不止一个。Oh, I think it's different. 看一下啊。Yes, I think it's different.She not so tall, maybe. I ever learned this. Of course, I totally get the play so well. That's a bit short.It's easy to take, it's more short. Usually in Taiwan, if you buy this kind, it's more longer. 应该是21弦, I think it's 21. Yes, it's 21. 因为古筝有21跟16.先看他，我刚才看到好几个很帅，可是有太高了。我不是要认识来当朋友，我是要认识来当男朋友。没有啦，太高了，高，因为我人太矮，高是很好看，可是我现在不是经纪公司。我说高不是一，对我本来就要找180，可他们很多已经超过190，因为他们荷兰人平均身高是184，然后你知道有一些移民或是有一些人长比较矮，就会拉低平均值。所以相对就有一些人很高，比打没有啦，就没有到打篮球，可是就是185、190的也很多，200公分的一定也有啦，对，但200公分应该就真的比较少见了，因为你看台湾的身高差180到184就已经少很多人，然后超过185就几乎快要没人。我刚才看到好几个男的很好看，有一个很。有一个太高，刚有一个走过去，我好想要电话，可他太高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有190以上，可能192我猜。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力气，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花很多力气认识新人，我现在老了，我还是会想认识朋友，可是那都要花精力的好不好？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也很帅，上次看到一个警察也很帅。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，更多帅哥。这边还好，因为这边就已经一半是外国，这边就是荷兰的移民有50%住这边，因为很多大使馆跟外国人在这边就是从事商业或是政治活动，所以其实这边的荷兰人只占一半，然后占一半。就是 Dutch， 就是金发碧眼白人那种荷兰人，没有到金发啦，其实发色也会混，就是白人的荷兰人只占一半，然后占一半，这边又是市中心，反而更少，因为离大使馆什么很近，郊外可能反而还比较多，就是这边是工作区域，所以变很多外国。听一下。法国有一个啊，弹福西正天响那个，还有弹倩女幽魂，那个还蒙面，对，应该是不同人。这个女生比较娇小，那个女生我记得她是女的吗？还是男的？所以那个是男的，应该蒙面，然后又很高。
昨天有萨克斯风，平常有 violin， 这个是比较少见，所以我照一下。不是说古筝特别好，只是说照一下。然后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两手不协调，所以我学钢琴、学古筝都没有办法学得好，就是两手要弹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很容易错掉，很容易两只手没有办法做不一样的事，这样对。如果你只是扶那个琴弦这样是可以，可是你真的要认真弹不一样，我很容易两手变一样，所以这是我钢琴跟古筝其实没有办法学好的原因之一。对，很晚的。但古筝比较接近钢琴，就是你随便拨都很好听，钢琴也是啊，完全不会弹的你可以弹得还可以。然后琵琶不二胡啊，二胡就比较接近小提琴哦，你不会拉的话难听死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帅哥可以认识。所以我之前一直很想去经纪公司工作，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的认识帅哥，或是模特公司，有没有？你真的喜欢可以认识，还自己当朋友啊？没有特别喜欢好看，你还是可以认识他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。我之前真的很想做这个工作。剩几十秒就把它录完吧，八分钟。然后这是我在抗议，然后贝克我现在住人家家里。啊 ，birds。这边比较冷，因为有大楼风。